称念诸佛的名号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，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，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，都有同样的成就。那么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，特别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这个原因又何在？佛家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理上虽然是平等的，可是事上啊有差别，这个差别呢都在缘分啊，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啊，总在于缘不同，所以我们成就啊就不一样。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啊，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，佛里面是阿弥陀佛，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。有缘，而且缘深，那个感应就很快，非常快速啊，也非常之深。这个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。